如果是有在关注那个西蒙创意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听到我。我是那个马路。现在其实会出来做直播，是因为动画不好赚，很累。说实在，比较想要在家里面躺着赚钱。嗯，现在台币有人这样讲过这件事情吗？就是其实我是双性恋，所以如果是男生的话，跟我告白是可以的。讨厌的东西啊，这个说来就气，干！最近网络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吗？一直刷香蕉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出来制止一下，知道吗？你们应该看到吧？你看现在聊天室，你看现在聊天室有很多机器人，他们一直在刷那个香蕉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看到香蕉。我是知道我的经纪人那个什么谁啊，乔治哦，他以前有倒立吃过香蕉，但是那不干我的事好吗？不干我的事，可以念一次刚刚那个香蕉剧场台词吗？好，我念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感受到了什么，子英？还弄到自己？等一下，我会不会被 ban 台啊？等一下，又舔嘴唇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出闹剧害我掉了大概40观看了吧？不要，我以后不要再念这种棉花糖，对不起。